是一个便便啊！便便还没有我臭起来，我真的好恶心啊！喂喂，大个子，我叫小英，你叫什么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叫你大个子啦。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霸王龙啊？都说霸王龙手特别短，今天一看果然很短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吃我呢？难道你和我一样都是素食主义者？这么投缘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喂，啊，好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开始怕高，变得再也飞不起来了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好难哦。